大家晚安，欢迎来到百科图鉴的城市超级白系列第四集。我是文科小白，我旁边的这位仁兄是 ，Hello， 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小白学长。嘿，小白学长啊，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什么？啊，今天要聊什么？这不是小白这边已经有准备好的吗？当然啦，考考你而已。我们今天要来聊条件句 ，if else。OK， 没错。那今天很不一样的是，小白这边来带给大家一段 live coding。哦 ，live coding 吗？没错，今天有这一 part 了。有，等你知道，各位听众等了好久了。真的，我现在手心都冒汗了。对，各位小小白，平常在做 live coding 的时候，在做 coding 可能没有那么多感觉，但是在做 live coding 的时候，哦，那个是一个魔咒。没错，如果今天有任何的出错的话，请大家多多包涵。请大家多多包涵。真的，第一次。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赶快来介绍一下什么是 if else 哦，什么是条件句。那小白学长啊，你知道说条件句最简单的长相是怎么样吗？就是怎么样能构成一个条件句，只要有什么就好。你说在我的世界里面，条件句长什么样吗？对 ，OK， 在我世界就是不用跟我谈条件啊。你怎么可以用我的那个 title？ 今天不是就是这个主题吗？对啦，对，没错。条件句哦，其实就是一种 condition， 它是一个描述说今天这个是大于等于小于的一些状态，就是它可以 return 它 is true or false 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会把这件事情称为一个条件句、条件式、了解。其实啊，好，我们现在来转到我那个 live coding 的画面好了。那如果是用 First Story 收听的朋友们，也可以帮我们加入城市小白社群。那我们都会就是偶尔来进行一下，就是我们在录制的时候会来 live coding 一下。那就，哎，给大家看一下，献丑一下。好，今天的这 live coding 哦，小白，我们第一个会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我们现在会我们会分享第一个是如何写一个最简单的条件句。最简单的。对，所以我现在写给大家看。你看哦，我们最简单的，你如果去看任何的参考书或什么东西，它都会写一个 if 给你，比方说写一个 if 给你，然后呢？你中间要摆什么？你中间要摆你的 condition 嘛，对不对？对，没错。然后再来，你用一个花括号刮起来，那里面要写你的 code 嘛，对不对？这个是你最基本的长相。OK 哈，好，那我现在直接写给大家看哦。好，那你看哦 ，var 如果假设今天我们要 var 一个 x 好了，我们就假设一个很没有意义的 x。好嘞 ，var x 等于5哦。那小白学长想要设什么条件？设什么条件哦？你要让 x 怎么样？就是、比如说，我们说x 乘以100好了。什么 ？x 乘以100。x 乘以100。对 ，x 乘以100。这出乎意料之外，什么意思？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乘以100。对，乘以100，然后加上72。加上72 ，OK。OK， 那这个东西呢？嗯哼。它会是大于还是小于？大于100还是小于100？会大于100。OK， 好，那你就写大于100。OK， 这样子。OK， 好，那我们就让它 console log 什么。如果大家觉得我打字速太慢的朋友，可以帮我们快转一下了。没关系，虽然这个直播好像没办法快转。那个 Facebook 都有可以快转那个5秒、15秒的功能。对，好，那如果现在这个 condition 出现的话，我们就给它 console log 一个我们的节目名称好了， super white 好不好？ superb white， 对对对，好，那你就看到它帮我们 print 出来一个 super white 在旁边，有没有？那小白需要帮我们解释一下你刚喜欢的那一串乘以100，然后再加70是什么意思？其实这就是一个大家会遇到的一种情境啊，就是其实我们在讲一个条件式，其实你可以想到我们国高中的时候其实都会学数学式嘛。那其实我们在 if 的 condition 里面，其实主要 return 的是什么 true or false 这件事情。可是你要怎么去判断 true or false？ 其实它都是什么？它都会有一个叫做运算符 ，OK， 运算比较符。那这个运算比较符呢，就是左右两边要怎样相等。或者是大于，或是小于，或大于等于，或小于等于都可以，但是它就是必须要构成左右两边都是一个什么，都是一个运算式，
所以呢，这两个运算式可以做比较的。那你也可以用 x 乘以100加72大于100乘上 x 减掉72。OK， 只要我们是这个这整个的条件是 true， 我们就可以讲进到这个槽状结构，也就是去 print 出这个 console.log super white。然后了解，所以我们现在要判断的就是它这个 if 是要判断的是这一串嘛，对不对？就是要比较，要判断它是 true 或 false 是这一段程式嘛。OK， 太好了。那我们现在进入复杂一点哦，要来 getting interesting。OK， 小白学长，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又来设定一个 var 好了 ，var 一个什么 a 好了，很无聊。然后又是没创意的我 ，OK var。我们这次发两个哦，增加一点难度。OK， 这次进展到两个了。对，两个。那我们让 A 等于 B。OK。A 等于 B。对，如果当 A 等于 B 的时候，要什么情况 ？Console log。我们一样让它 console log 好。好。这个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运算式，小白就继续打哦。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运算比较符。那运算比较符里面呢，会有大于、小于、等于这些嘛。但是也请留意，这个在程式里面呢，它的等于不是让跟大家一般所理解到就是一个等于，不是的。其实，在程式世界里面呢，它的等号呢，它已经有赋值这件事情了，赋值就是 assignment。所以今天它已经有赋值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再用等于去表达说它是一个等号，所以我们会用两个等于代表的是。左右两边的一个等号 ，OK。那如果我们用三个等于的话呢，它就会变成是它连你的型别都会一起判断，连你的型别一起判断，所以这个是有差的哦。两个等号跟三个等号的差别。对 ，OK。那我们现在要进阶一点，我们要加入 else 了。就所以现在是当 a 等于 b 的情况下，我们会让它 console log a 等于 b 嘛？那其他的情况下，我们就会。让它执行 else 里面的程式嘛。好，那我们要来写。那我们让它 alert 一个东西好了。可是 alert 其实蛮吵的，就是它等一下会不断的 alert， 你知道吗？ That's why 它叫做 alert。你看，来，你要想到它 alert 什么吗？ alert 就是 alert. 我的餐点送到了没？我的太难了吧哦，我的餐。我知道平常应该就是可能在办公室啊，或者在家里啊，不然我打会有很多的机会点外送嘛，对不对？那今天如果你是作为一个外送平台或者是一个订单的系统的话，那你一定会需要 alert 一些讯息，是说，哎，今天这个外送员到了没？我到了没？没错 ，OK， 那他成功的，因为我们刚设定的那个 var 那个 a 跟 b 是5跟7嘛，所以他现在情况不相等的，那他就会开始不断的跳出 alert。那我现在把这个 alert 改一下，要不然它会不断的跳出来。我们等一下在后面写的时候也蛮麻烦的。对，好，改成 console log。好，那我们要再更进阶一点。我们要更进阶一点，就是要更复杂嘛。怎么样的一个进阶法？就是在 if 跟 else 中间要加一个什么？就是它的中介值 else if。哦、oh, ，else if。对。好，那我们来。else if 一下哦，那我们现在来模拟我们自己当老师好了。假如说我们现在要写一个程式小老师的时间，好可怕哦！这让我想起，就是以前在国高中的时候呢，就是小白学长也曾经被指派过小老师。然后什么样的小老师？我是被指派数学小老师。对，为什么是数学？对，因为其他的就是文科的东西跟我就是天差地远。所以我就只能被assign到就是其他跟这个自然组相关的、喔 okay. 因为小白学长本身是自然组的自然组的，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小老师、喔、在班上。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一个班级里面、啊、除了就是有数学除了数学 小老师以外，另外还有什么英文小老师，还有这个什么这个历史小老师，各种不同的小老师哦、喔 mm-hmm. 对，那今天呢我们要 assign 小白作为程式小老师，这很可怕。你知道我是念文组，我从来就是没有当过什么物理小老师，我是做了三年的地理小老师。地理小老师，你知道地理什么？其实就是也是一门学问嘛，就是你知道在看那个地理地质方面的，就是
很多很多，就是你可以，好啦，这其实是有关于登记成绩，就可以掌握。因为说最后是登记简直 ，OK， 掌握真实。对，没错。所以没有看到，当小老师其实抽屉里面都会这样，就是过年过节都会有一堆小饼干啊，真的很多很多。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来掌握一下大家的生死哦。那我们欢迎各位小白，如果你有什么饼干零食，欢迎捐赠给我们。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VAR， 我们现在 VAR 一个 score， 比方说我们今天考了60分哦，今天你就刚好，哎，今天的直播已经有6位同学，6位小白上来了，你们好棒。那个如果你们有听到我们的声音跟广播跟我们的 live coding 的话，欢迎底下再留个言给我们，帮我们在下面打个加一加一加一加起来。对，好，那我们继续下去哦。那我们今天如果考我们先设定一下我们的那个我们要给的留言，因为像我们不是学期末都会领到成绩单的时候，老师都会留个什么待加强啊，或者是什么你做的很棒那类的话，我们今天就来做这个工作。好，好，那小白学员帮我想一下，他们要得到什么样的？如果是刚好考60分的话。要怎么样？刚好考60分的话，就是及格而已嘛。没错，对不对？这个，如果回家的话，肯定是被吊起来打的。怎么会？因为好严格哦，因为你想想看，就是你的人生就是只在边缘，就是及格这件事情刚过一个边缘。也反之呢，你的人生就是什么一线之隔，跟不及格是在一线之隔。了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准备吊起来打，好不好？准备吊起来打。OK， 就踹了一弹啊，踹了一弹。OK， 那还有什么你觉得说可能你太棒了要接在哪里，就是要考几分以上才算是很棒，因为我们可以稍微调一下。以就是我之前我们的班级，以我是这个就是过去我们担任这个数学小老师的经验哦，就是数学老师给我们标准就是说，如果你的人生没有打90的话呢，那你就是哑巴，哇 ，OK， 哑巴 ，OK， 请你就是离开教室，好狠呐、啊！因为我们数学老师是非常风趣幽默一位老师，而且他又很会教，他是一个从补习班来的一个老师哦，所以呢，他教的学生无不是这个考到这个非常高分哦，就是至少90以上，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标准 ，OK， 我们会有这样的标准，所以如果你今天你有考到90分以上，那代表说，哎、欸。你真的是太棒了，我们会给你一个掌声，就一个90以上吗？对对对，所以要91，对对对，就是你就是加一我们就多一个，只要上90就 OK。 对，但你加一我们就多一个，比如说你91我们就两个拍子，92就是三个拍子。OK， 不能多不能少。 OK， 那如果就是考60到89分的人，那就变成正拳。打一个正拳，打一个正拳，我们瞬间就变什么数学功夫课啊，好功夫。没错，我们就是变，突然就换一个。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对，你想想看，你人生花了多少时间在学数学。哎、欸，小白你之前你学数学的经验啊、嗯、你人生你有多少时间在学数学？哇，从小学开始学，学到大学还没有？大学没有。哎、欸，大学没有，对，但是高中有吧？有。OK， 所以你高三呢、啊？可怕。高三哦、喔嗯，高三就可能是什么？可能是十七、十八嘛，对不对？那你开始念书，可能 maybe 这个七八岁，七八岁，那至少也有十年。你想想看，你念十年，结果你的数学怎样？永远都是在及格边缘，这说得过去吗？可是这个程度有在 level up， 对不对？哦，你说使用上面是不是？对，嗯、所以 OK OK。好，那你刚废话那段时间我已经打完了。好 ，OK， 很好，对对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检查一下。好，那我们如果今天考个你说很棒的98分，好了。哎呀 ，OK， 98分，再让他 safe 一次。哎呦，他去哪里了？好，是答案是吊起来打、欸。为什么会这样子？等一下哦。不该啊，不该！怎么会这样子？原来在小白的世界里面，98分是要被吊起来打的。哎、欸，我是不是打错了、欸？各位小小白们有没有看到一个错误？对，大家帮我检查一下错误的部分。天哪 ，Life Coding 魔咒 ！OK， 有小白有没有看到错误了？对，有没有小小白可以帮我们看一下错误啊？
对啊，小白学长等一下呢会给你们这个十秒钟的时间啊，想一下这个问题，等一下啦，十秒钟过后呢，小白学长再来做个解答哦。没错 ，OK。OK， 小白你要看哦，你也是在这个里面，你自己。我现在已经恍神了，想说 OK， 已经没我的事了，大家帮我看着。来，有没有看到错误？提示一下各位小白们哦，就是刚刚前面其实小白学长有说到我们的赋值啊，跟我们的等号啊，其实是有一个差异的。OK， 好，看到了 ，OK， 所以看起来我们解了一个问题，那迎面而来又是什么？下一个问题 ，OK， 所以对小白来说，除了就是吊起来打以外，另外也要再给他一个正拳。这个根本就是什么？根本就是我们来到了这个 boxing 的教室啊，就是直接一个左拳一个右拳，上勾下勾。对，就是沙包的意思。我在大学的时候修过那个拳击课啊。哦，真的、啊、刺激的是不是？没错，难怪这个标准是高的，很高的嘞。真的，吊起来打以外，再付你一个正拳。98分怎么会是打一个正拳呢？结果还没有到就是这个鼓掌的时间哦，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子？来，小白，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我觉得我那个第二个 else if 可能发生一点错误了，是第二个错了吗？可是我觉得它看起来很对啊。哦，哪里对？说不上来。说不上来。我讲话很像老人啊，天哪。对啊，怎么样让98分变成你太棒，我们再测试一个好了。OK， 很好。学会测试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哦。学长啊，别卖关子了，赶快跟我们讲有没有。OK。来，我们其实在这个上面啊，你可以看到 score， 其实你可以把小白，你可以试着把那个 score 把它 print 出来，你就可以知道说你 print 出来，比如说我们再打一个正拳这边去 print 出 score， 那什么意思？ Score, 你说 console log？ 对 ，console log， 对，去尝试把它 print 出来一个这个值，这也是一种除错的方式哦。那你会知道说，哎，它这个有没有跑到？有跑到。OK， 那我们再测试一下哦，就是大家可以就是看着我们怎么除错这个流程，就是自己之后。有问题的话、不要急着删掉，你可以把刚刚那个 console log 一样再把它放在打一个正拳的下方、okay. 你可以看到在 score 等于98这件事情有没有它一样在打一个正拳就 print 出来了。对啊，它怎么会这样子？ OK、嗯、所以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它其实跑到这里就不跑了，可是它把它就是它落在这个 else if 的情况下就没有到 else 去了。对，因为它会不断 一行一行跑下来呢，当他觉得现在这个情况符合的时候，就不会再继续跑下去了。对，对，他现在还停留在打一个正拳呢。没错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家可能会有碰到的一个小问题哦。其实我们在写这个比较符的时候啊，其实我们都会是什么双边去做比较，其实不会做三边。OK， 如果是做双边的方式呢，它基本上已经是什么 return 为一个 true 值了。一个 true 值了 ，OK， 所以我们会正确会怎么打呢？其实我们会就是打了一个就是这边我们把它做一个调整哦，这边呢我们会用一个 and， 然后这边再打 ，OK， 这样其实就跑出来了。哎、哦欸，你真的很棒哎、欸，学长。OK， 所以其实要了解哦，我们其实不会用三个来做一个比较符，我们会用。左右两边来做个比较符，并且要用这个 and 的方式去把它串联起来、哦，这样才会得到我们正确答案哦。学到一课了，真是。哦、OK， 真的。希望小小白们有这个记住这个精华哦，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没错，好，那我们继续哦。其实我们要做一个那个 if else 语句，我们就是为了谈一个条件嘛。那你要谈条件，还有其他很多方法，譬如说 switch。Switch， 对，是可以 play 的那个 Switch 吗？不是，是这个比较 boring 的 Switch。boring， 哇 ，Switch 本人已经在哭泣了。好，欸、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像是那种你知道日历的东西好了 ，OK 吗？日历哦，对 ，OK， 就是从1月到12月，不好笑，没错。好，那我们先来。我们现在介绍一下 switch 的写法、哦、那我在这边空白处给大家看一下。OK， 那我们在写 switch 的时候，一样会有一个
一个小括号在这边，那小括号里面通常都会写一个变数这样子。嗯哼，对。那里面呢，里面会含有一些 case。假如说现在 case， 不然我直接就写给大家看好，我觉得这样子解释不是很清楚。OK， 那我们会用 switch case 来呈现给大家。对，那 switch case 呢，其实第一个呢，我们会用变数的形式来做。那每一个 case 里面呢，它都会代表是，这个一开始所定的 switch 变数呢，它是不是等于这个 case？ 没错。Okay， 那如果是等于这个 case 的话，它就会显示对应的这个所产生出来的这个执行语法。那也别忘了，就是在 switch case 里面呢，有一个 break。记得，因为我们之前在 JavaScript 的爱恨情仇里面有提到，这个 JS 它其实是有这个 block， 就是它会有一个范畴。那这个范畴里面呢，如果你没有给它一个 block 一个 break 的话，其实你可以说就是我们在这个框框里面，花括号里面，其实它就是一个 block。所以如果你没有去做 break 这动作，它其实就会这样一直往下跑，一直往下跑。也就是说，所有的 case 呢都会这样，都会去便利过一次。便利过一次，那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嘛？因为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是 one to one 的，也就是一对一的这种方式哦。OK， 而不是一对多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会把每一个12月份来做。那当然，如果小小白，如果你有这个其他的方式，如果你有更好的方式哦，也可以欢迎提供，欢迎提供。其实这个还有更进阶的写法哦，更进阶写法。如果你今天对更进阶写法也有兴趣的话 ，OK， 欢迎在底下留言 ，OK。那我们之后呢，也可以再跟大家分享更进阶的写法，我们会运用到阵列，也就是物件导向来写这件事情。那我现在写的这个是最基础的写法，也是最耗时的写法。对，没错。其实人都是这样啊，就是走过一次弯路，知道路弯。OK， 就是去那个厕所吃过，就知道那个很臭。OK， 所以一定要走过一次弯路，你才会知道原来其实这个捷径啊，其实真的是什么？用最聪明的方法，真的会帮助你省事很多。对，没错。Okay， 这也是我们非常重视跟提倡大家要好好的去培养你自己的工程思维。对，然后要一步一步那种脚踏实地去练。OK， 像我这样子。好，那小白学长已经帮小白撑了30秒了。OK， 那个请问打完了吗？好，来选一天吧。你要周一到周五哪一天？周一到周日哪一天？哦，今天是那个星期四嘛 ，Thursday， 所以我们就假设我们今天就来到 Thursday 好了。Thursday，OK， 好。来吧，清空一下，让它跑一次。好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好紧张哦！天哪。好，最后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公布答案就是没有结果，no result。我觉得每次 copen 都会这样子，大家会跟我遇到一样的问题吗？就是它不会有东西出来，就是你当改的时候。OK， 好，来各位小小白们，有没有发现了一个错误？有什么错误？来，这个我们又来到第二题了。如果你知道答案，请在我们的这个留言下方呢来做分享哦。OK， 那如果你答对了呢，那个小白就是会提供一个小礼物给你哦。OK， 那我们给大家跟小白合照一张。OK， 跟小白合照一张，限动一张。我们给大家一样10秒钟的时间，如果你知道，麻烦在底下留言。OK， 麻烦底下留言。那如果10秒钟之后呢，小白学长一样会为大家来带来解答。那到时候呢，就是奖励就是小白学长的了。小白学长的什么？的 Foodpanda 外送，没送你们家。我说奖励就是小白，属于小白学长的、啊。好哟，那公布答案了吗？五、四、三、二、一，好， okay。 来，我们来问一下，小白，你看出了什么端倪了吗？我看起来只有眼花两个字。OK， 只有眼花两个字。OK， 好，需不需要再想一下？不然我们再确认一下，我现在写法有没有写对好了。我现在这个写法是 switch， 然后每一个 case 都要把它写出来，就是像是 case 1，然后再 case 2，然后每个 case 之间都用 break 来做分隔这样。我看起来
蛮不错的，奇怪。对，其实这个问题呢，原则上没有什么逻辑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错误、哦嗯、可是我们一定要记得每一个程式语言都有它的语句啊。天哪，我发现错误了。 OK， 很好，来我们来看看这样的方式会不会正确的执行。真的，我刚才 default 还打得很开心，然后大家真的是要注意。 OK， 太好了，有没有 print 出来了 Thursday。 OK， 恭喜恭喜小白终于 print 出来了。OK， 那不过这边呢仍然还是有一个错误。还有一个错误吗？对， OK， 仍然还是有个错误。怎么会？通常呢其实、啊、这个 default 不用 break 吗？OK， default 不用 break。 好，来小白们还有没有发现还有其他的错误？原来刚刚不是这个错误。对，还有错误。 OK， 还有错。对，怎么可能？OK， 我们还记得我们稍早一开始有跟大家讲过的这个一个等号跟两个等号的差别吗？哦、oh, 所以这边每一个都要两个等号吗？其实不是的。其实呢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怎样把那个 date 的等于这样都把它删掉。 date 等于删掉？你说这边吗？ 对， 對，把 date 也删掉。 date 也删掉？对。 OK， okay.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在做 switch case 的时候，其实我们不需要在每一个 case 里面再做一次赋值。你可以想象，小白，我们在做这个 switch case 的时候呢，你在每一次的 case 里面，你都做一个 date 等于 Monday， 下一个是 date 等于 Tuesday， 第三个你 date 等于 Wednesday。那其实这样，你总共做了七次的五次的赋值哦。没错。OK， 那其实对于大家可能没有碰过 program， 当你今天做了一个无效的行为的时候，其实它都会导致你的什么？速度变慢，速度变慢，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虽然说它可以 work，、嗯、okay, 但是实际上它 no works。哎，光是它速度变慢就算了，我的这边脑袋的速度变慢了。嗯，我真的是看不出来哪边有错。没关系，小白学长在这边就是帮你加速的，好不好？没错。哎，大家如果喜欢，或者是如果就是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欢迎留言在下面。那如果你想要参与这个 live coding 的话，小白兄在这边没有问题，他会帮助你，跟帮助我一样。好，来我们继续往下。直接出错。OK， 好。那写完这个，我们来写一点比较进阶的。虽然我觉得好像我现在离进阶远距离，不过小白兄在这边，我们就来挑战一下三元运算词。好，三元 ，OK， 不是那个一二三三元。不是这个、欸、那个语气没有像哦，不像是不是哦，可能拿入后头更日本一点。 OK， 拿入后头。好，那三元运算词我们今天就写简单一点。大家还记得我们刚第一个例子吗？哇，第一个例子也太复杂了，算了。那我们写一个，我这边写一个比较给大家看好了。譬如说我们 y 一个 y等于5这样子。 OK， 好，那我们一般会怎么写？我们一般会写说当 y 怎么样大于3的时候呢，它会符合以下条件嘛。以下条件我们如果假设它是，它会 console log， 大家记得 console 要拼对哦， console log。 那我们 console log 要什么？百科图鉴好了。 OK， 没问题，百科图鉴，趁机打广告一下，欢迎大家订阅起来哦。对，好，那如果不符合这个情况下的话会怎么样？我们就 else。 如果你没有大于3的话，对不对？嗯哼，那我们就说你没有在听百科图鉴，订阅百科图鉴。对，所以你要订阅百科图鉴。没错。 OK， 好，所以现在这个情况下是百科图鉴嘛，对不对？因为现在是大于3的情况。好，那我们要换个写法哦。那我们要换成那个刚说的那个三元运算词，一二三元，好，什么加胖什么的。对。OK， 好。哎，我有点紧张，哎，怎么办？一二三三元。好 ，var 加胖。好，那我们一样是 var 一个，你要 var 什么 ？var 一个这个。我们开心就好，三元。Dollar three dollar， 我们 three 就好，好，好 three， 我们 five three 等于 three， OK， 那好，那我们就用三元喽。这个 three 啊，我们如果让它
大于多少？大，嗯，大于二，大老二。OK， 好，如果大于二，就是我们现在写在问号前面的是它的 conditional。Yeah, 好，所以说现在如果大于二这个情况下，我们会执行以下我们现在写的，也就是说 console log。那我就偷懒一下，直接复制一下，我们就会让它 console log 到这个百科图鉴出来。那如果这边也补充一个小知识， okay, 就是说，其实作为一个，如果大家未来有机会要朝向就是程式设计师的路走，其实你大概有这个六成的时间，你都是在 control C 跟 control V。大家不要怀疑，我有看过一个 meme， 你知道吗？ meme 什么 meme？ meme 就是那个梗图啊。嗯 oh, OK， 对，他就是说那个写 code 的人的键盘只有两颗按钮。哦，两颗按钮是不是 ？Control C 跟 Control V 那个。对对对，其实就是很有趣、哦。三颗啦，对不起。对对对，三颗按钮，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工程师的键盘上面，对，其实只要三个按钮就好了，你就可以完成很多的事情。没错。OK， 还有滑鼠啦，这样就选到。对对 对, 對，但小白知道有一种滑鼠叫小红点吗？不知道哎、欸，就是它是一个红点点，然后就在中间，然后你就是要用一个红点点来就是摸它这样子，然后一直上下移动，好恶心哦。这个是小红点键盘，这是很多就是早期流行吗？早期公司其实蛮喜欢的哦。那现在工程师会倾向哪一种键盘？现在工程师哦，我现在工程师大部分都还是用 K2 啊。对，机械式键盘比较多。对，哦、那按下去会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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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会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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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像是那种早期的打字机这样。嗯、但是其实工程师喜欢的就是那种手感，打字的手感，哦、而且是那种就是很气势磅礴。你知道，就是越资深就是，而且重点打了还会发亮。好，那我等下尽量打大声一点，来做一个键盘的 ASMR 给大家听。OK。好、欸，小白，我已经帮你争取了一些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会是什么。我自己聊起来了 ，OK， 好。嗨，那学长你看一下呗。这个看一下吗？你说看右边还是看左边？一起看，一起看。OK， 我已经看到右边显示出收听 ，OK。百科图鉴嘛。所以它其实是有对的嘛，对不对？对，对了，我是终于对了。对对对对对。没错，好，那我们来就是为大家解释一下哦。如果你要写三元运算子的话呢？你的写法会是 condition by 问号前面，那问号后面跟这叫什么冒号，对，冒号就是问号跟冒号中间你就摆说，那当前面的 condition 是 true 的时候，那冒号后面就还蛮直觉就摆 false 的时候的 false 的情况。 OK， 就这么简单。那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东西再复杂化一些，不过我们现在就不要 demo 这么复杂的东西给大家看，免得大家就是因为现在也差不多快要到睡觉时间了。没错，还早，你跟我是没那么早睡。okay, 那小学长有想要再看什么东西吗？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这边补充一下，就是三元运算符其实是我们工作上面我们会不一定是推荐大家常常使用三元运算符，因为三元运算符呢是一个简写，简写就有点像是什么，像是有些专有名词啊，比如说这个大家有听过什么专有名词会缩写？缩写哦。对啊 ，AKA 嘛，对不对？对 ，also known as。对对对对，它就是一个缩写，可是 AKA 当然如果你熟悉的话，你就会知道。嗯，这可是好像不太专业。嗯，对对对对对，或者是什么 LGTM， 这也是我们可能会用到的。OK， 对对 ，Look great to me。OK，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像如果你有机会跟国外的同事合作的话，嗯，对对对，那基本上有些同事他会直接打这个 LGTM 给你，就是说，哎 ，It sounds great， 哎，工程师很喜欢，对不对？就说哦，这好像不错，这样，哦，对对对，那扣不错，就是我今天提交给你，我已经跟你讲说，哎，我这做完了，然后他讲他 It looks great。It looks okay, good to me 对。对对，我就不需要再跟你讲什么。了解。对，或是 LTDR 嘛。LDTR， 对，人家是 LKK， 不是 No， 他差得远。对， okay. 重点是，你可以看到有些文章哦，其实他会用 LTD 啊，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说，哎，我这篇其实会有很长的一个篇幅，请你要留意。如果你有时间，你再继续往下看；如果你没有时间，那你就这样看我节录的最后的总结。那当然是看总结就好啦。OK， 好，我跟你讲，这个习惯看每个人啊。如果你有机会去，如果你是比较想要了解他的。这个内部啊，脉络的话，那就会建议把它看完，因为有些文章其实是非常值得去做细看的。没错没错。好，那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里，对于
那个 if else 或者条件句有什么想法，或者是你也想要 switch 一下，或者是你想要更难，我也想要 play switch 没有问题，我们录完就马上去 play switch 一下。 OK OK， 那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就底下留言就对了，那 小白跟小白学长随时为你解题。那小白这边当然是可以尽力帮你解题，不过我们这边有小白学长帮你撑腰，所以你也是不用担心，就如果有任何问题比我的问题还要来的还来的更怎么样更困难的都没有问题，我们这边都可以帮你解答。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百科图鉴城市超级白第四集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 OK， 好，那不知道你今天对今天的这个 if else 了解程度到哪里，那请在底下呢留言告诉我们，分享你今天的心得哦。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百科图鉴就到这里，或者是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咯。好，大家拜拜拜拜拜拜，晚安。